李荣浩去年专辑《纵横四海》里的歌曲《乌梅子酱》刚推出时，并没有引起太多热议，但近期却突然爆红，成为火红抖音歌，朗朗上口的旋律更掀起许多网友翻唱。不过近日李荣浩突然抛出一张面包和乌梅子酱的照片，并写下“沈阳晚点见，学员给我做了瓶乌梅子酱，第一次吃。”贴文一出，网友们看了都相当傻眼，纷纷询问：“你没吃过就敢写这歌？那你怎么写的这歌？所以你以前只闻了闻味？”让粉丝们都相当疑惑，李荣浩真的没吃过乌梅子酱吗？不然怎么写出歌曲的？意外在网上掀起热烈讨论。Bye.